记录器拍下车子一路往前，车头却突然往右慢慢偏移，似乎没发觉右前方有修理车，直接猛撞之后瞬间侧边翻过去，再看一次撞击之前几乎完全没有刹车，高速撞击天翻地覆，整辆车四轮朝天躺在马路上。撞到那台车啊，撞到怎惊到怎啊反头怎啊碰过哈，怎啊也变过。起来吊车把修理车翻过来，幸好车主没有什么外伤，双方都没有酒驾，到底为何会突然撞上？看看撞击之前挡风玻璃正面阳光直射，一阵闪光之后就撞上路边车，难道是阳光刺眼没看到才会酿成车祸？四小客车与机车优先道起火停车，仍然于行驶时向右偏离，两肇发生碰撞而肇事。车祸地点在台南永康区，13号下午肇事修理车往右偏移撞到翻车，但路边修理车却是违停机车道，究竟是不是阳光刺眼酿祸，肇事原因还有待调查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它比较温和，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，好，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